米卡看世界，神秘的恐龙。身体、尾巴，哈哈，马上就要拼好了。机器人，你好，我是加加林。加加林，你好。我叫米卡，你从哪里来呀？加加林，我是加加林，加加林是我，我来自遥远的太空，银河系的外面，我能上天，我能入地。我可以带你去探险。你喜欢恐龙吗？我们现在就到恐龙的世界去看一看吧。哇，太好了！恐龙生活在6500万年前，我们要回到那个年代。来，拉住我，出发！好多恐龙啊！是呀，恐龙的种类很多。在这个时代，恐龙是在地球上占统治地位的动物。啊，这只恐龙长得像长颈鹿一样，长着长长的脖子。这是万龙。它为了吃到高处的树叶，脖子就越长越长。别看它们个子那么高，其实胆子可小了，一旦遇到危险就会马上躲到水里去。地震了。这不是地震，是震龙来了。它的巨脚每次踩到地面都像地震一样。震龙走路的声音真是太可怕了。这又是什么声音？嘿嘿嘿，这是剑龙在吃树叶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的背上长着像剑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叫剑龙。米卡真聪明。剑龙背上长着骨板，尾巴上还长着尖刺，那可是它保护自己的武器哟。哇，剑龙的尾巴可真厉害，我猜它的尾巴一扫什么都挡不住。甲龙就不怕剑龙的尾巴，甲龙的身上披着硬硬的盔甲，可以保护自己。甲龙看起来好凶哦。霸王龙来了。说到凶，霸王龙才是最凶猛的恐龙。霸王龙？对，霸王龙是恐龙世界的大王，它的牙齿像刀一样非常锋利，很容易就可以把猎物撕开。
霸王龙朝我们冲过来了，怎么办呢，加加林？你大不要怕，正好我们要回去了，来抓住我，返回。刚才好惊险呢。米卡，探险有意思吗？太有意思了，加加林，我还想去探险。好啊，不过现在我要走了，下次探险的时候再见。再见，加加林。